整个球打到了投手的脚边，有机会强袭球内野安打，哦，还要冲上二垒，哇，结果终于，哇，一军生涯的首安出现，直接上到二垒，把球留下来做纪念。10月21号，这个安打也让垒包上的跑者回来再添一分，8-0。截线了，去帮他把这个球留下来。不知道这个球对王耀麟的脚会不会造成一点影响，但我想这个安打虽然没有问题，但是跑者在跑垒的这个观念上面来讲，或者是他判断确实还蛮积极蛮好的。我应该会急啊，说这么也不是说这么多，但也一段时间了，上场一堆场次之后，就是挤不出来，有的人说我一上来。